他会跑到那个手电筒，手电筒教练，他就光芒到这个是。如果你有太强烈的灯光，会影响他们找到另外一半。真的必须要使用照明的话，一定要铺上一层红色玻璃。那他更会了，他以为是红灯。好了，他们没有红灯区这个东西。他们为什么用红灯？没有，因为红的就是。TVBS One 的台42频道，周一到周五晚间8点，拜托 ATM。